今天我们来炒饭呢，配料：鸡蛋、红萝卜、葱虾、冷饭，放了冰箱的隔夜了，盐、胡椒粉、橄榄油，在减肥。OK。油，先煮虾，红萝卜，不够油，放少一点点。鸡蛋两粒，鸡蛋放了就放饭喽，不用等太久了。白色要炒干一点点，盐。白胡椒，
这样子就干了，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好。OK。现在是葱。好了。